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华语节目通通要放进来金钟奖里面比赛，不管是中国大陆的，不管是东南亚的，不管是香港的，通通放进来，金钟奖才可以做大做久做远。报告完毕，这是我推动的第六年了，好不好？每一年我都一定讲这个，总有一天等到你。因为真的是玩粉，让我们一票一票投出来，对，一票一票投出来的第一届，然后这是第三届。我觉得明年我们会继续加油，也希望我们明年可以坐在前面。玩很大真的造就了我一切，我从没有任何东西到现在有老婆有小孩，所以到现在玩很大一直都是我们现在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倡导这个奖项啊十年了，我认为我们的金钟奖要属于全民的金钟奖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这个我们就是为观众而生嘛，是，要不然我们做任何的一个节目也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没错没错，没想在推动的这去年前年，然后开始有了这个奖项，我非常开心。同时我现在推动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听进去啊，各位我们的长官们，你们要听进去，这个做好了，你我跟你讲，你在这个位置上啊，你就真的把这个全部的试错，华人世界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华语节目通通要放进来金钟奖里面比赛，不管是中国大陆的，不管是东南亚的，不管是香港的，通通放进来金钟奖才可以做大做久做远。报告完毕啊，继续推动，这是我推动的第六年了，好不好？每一年我都一定讲这个，总有一天等到你来，达达给你。因为真的是玩粉，让我们一票一票投出来，对，一票一票投出来的。然后第一届，然后这是第三届。我觉得明年我们会继续加油，也希望我们明年可以坐在前面。那个金钟奖得主才能坐正前方啦。可以啦，我都主持人啦。哇，我们会加油啦，没事啦，继续加油，加油。你看，像我就坐在中间嘛。我知道啊，因为我有入围嘛。对对对，我们没入围，我们没事啦，没事。对，恭喜啦，当爸爸啦。对对对，其实就是跟宪哥平常跟我讲啊，因为玩很大真的造就了我一切。我从没有任何东西到现在有老婆有小孩，甚至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这样，其实所有的一切真的都是玩很大给我的，所以到现在玩很大一直都是我们现在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会继续玩下去，继续努力啊、哦、对，我们后天马上要出远门了，要去十天了，要去十一天，去土耳其，土耳其，土耳其，我们要去土耳其十一天呢，有好想找人愿意替我去的，结果一个每天要在外面飞来飞去的人，结果是个宅男，你看命运的作弄，对，真的是太奇怪了。所以十周年，为什么我比上你知道吗？因为手表在这个、欸，因为手表有 sponsor， 好不好请多多拍进去好吗？